静德儿，嗨，小白兔，嗨，人和，嗨，童言，嗨，冷思涵，嗨，阿泽，嗨，叮当鼠，嗨，人豪，晚安，不不，午安，午安，午安，嗨 ，K K， 嗨，人豪，杂乱的马尾，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嗨，丁丁，嗨嗨，还痛吗？午安。哎，这个是有声音的吗？哦耶，调一下。嗨，丁丁，嗨，好哎。嘿，一睁睁开眼，好奇你今天。嗨，卡丘，要不要重版呢？那个另一个玫瑰，还有我未抽香。我把马尾呢，一样是非常的随性。我现在全部抓上去，你不要管刘海虚虚什么的。嗨 ，Seven。绑个三圈，不然会松。然后再抓刘海出来。我还在等下一场哦，真的？对哈，今天 Bell Flower 有 mini concert， 早上一起练习，然后就去了。夜明星的心之冠。谢谢。其实我一开始 很怕双辫子不受好评。嗨，八级之霜。黑喵的神什么？对，神。谢谢浪客的蓝色云棒，欢迎下次啦。嗨，奈子。大家有没有？我跟叮当鼠来等一下哦，所以你们是三场都看是吗？昨天一直在看，我就怕你们说这句话。小嗨小易，不是啊，因为嗨柳晨，后悔。抽三场，你真的是超级幸运儿，还是很多人都这样子。嗨呀，尘埃飞东，三场不容易耶，位置这么少，我只抽到两场，两场也不错了。你想想看，那些只抽到一场的人，对不对？照片常常会透露出非常，就觉得。真的很怕你们说的从头到尾在看到我什么的，然后我就嗨，真是我昨天真的是有点对不起大家，对，就是比起之前过往的 mini concert， 这是我自己觉得我跳错最多的一次，我自己还蛮难过的。叮当很跟宝，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很喜欢默默的表演，谢谢谢谢，嗨，再来一次。可是我很开心，因为如果粉丝都在侧边，因为我还蛮常站在右侧边嘛，
左侧边还好，右侧边还蛮常站的。夕阳的时候就还蛮常站，就可以一直跟你们 say hello。嗨，卡丘。嗨，浪士狂刀。那今天特别狼狈。我跟你们说，昨天超厉害。昨天我好像就表演完，然后回公司啊，然后去跟成员聊聊天。回家之后呢，洗完澡，那时候大概8:30，然后。不过没有惊喜发表疑惑哦，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姐姐有跟我们说哦，之后会有一个还是有个卡会让你们念什么之后的活动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什么时候卡怎么还没出来，然后就卡就这样没了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改成晚上那一场让晚上那一场的成员发表有吗？C 组，对对对 ，C 组有发表吗？有吧。Hello， 午安。有跳错都没发现啊，我演示的好好，没有啦，搞不好还是有人发现了。对，六月没买到，哭捏。应该是等等，哦，真的假的？嗨 ，Oppo， 嗨，群里，嗨，季风亮。可能今天风力大，对啊，我也不知道。就是其实粉丝只要举着我的牌子，我不管你多远，我都会尽力去跟你打招呼这样子。嗨，小妹酱，嗨，任何，嗨，空叶，嗨，思源。真的是太开心了，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帮我唱生日快乐歌，这是我唯一全场焦点，谢谢大家，只有看到默默的认真，谢谢谢谢。好，我要帮婉玲解释一下，她真的太紧张了，她昨天真的太紧张了。不过说好了，人在公园，有说吗？我昨天跟江水坐在侧边。对呀、啊，我有看到。嗨，维尼，谢谢许爱台的邀请啊！所以其实昨天我就有在想，你们会不会说我对我说生日快乐，好开心，然后你们还帮我唱生日快乐歌，更开心。我昨天也有举梦的牌子，不愧是在场。Hello， 昨天。也最后没下三场音乐都在等，对啊，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换了新的工作人员吧，没有啦，我不知道。嗨，小姐姐打工，昨天的事情感谢健健，感谢大家。昨天玲玲怪怪的，对对对，因为哎，陈文没有，对，他真的是因为他很太紧张了，他很久没有上台，然后。再加上就练习的时候遇到也有很多挫折，然后因为有一段中途发事件嘛，他跟我们说他不喜欢不习惯站看号码，可是因为我们跟他说就是我们跳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地板上的号码去站我们的位置，然后他因为旁边的卢卡被姐姐就是拿去敲衣服，然后他就整个失去方向，我在后面看也很慌，因为他站第一个，然后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熊妹陈明爱开始Mina 很悲剧吗？可是他真的在彩排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玲玲在彩排没有问题，可能是真的是看到你们太紧张。我真跟你讲，我真的是昨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特别紧张，我是没有原因的。明明开场之后、哦、就跟以前一样的 mini concert，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好紧张。现在不平，我们懂他，对不对？你知道甚至在开档前我是因为就是太忙没时间吃饭，他是因为紧张吃不下饭，而且他就坐在我旁边，我就这样子我在看那个前面的那个开场稿，然后他就这样子看着我，就是脸超臭，然后嘴巴这样，然后我说怎么了吗？你这样子看到我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太紧张。
然后之后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提醒，哎，眉头，对呀，嗯。经历这次，嗯，我觉得这次的表演应该是大家难忘的表演吧。下星期再给，嗯，压力太大。但擅长可以认真吗？对，我没有拿便当，我真的给姐姐啦，所以大家有便当，我没有便当。没能去看表演，但看照片。我跟你讲，可是。跟你讲，彩姐也没有吃便当。然后后来我们在事后检讨，对，我们 mini cover 在事后检讨，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检讨到一半，我肚子超饿，因为我真的整天没吃东西。然后说，然后彩姐就说你要吃吗？我说好啊，然后就把彩姐的便当吃掉了。再接再厉真好，谢谢。真的没看到便当，对，我吃掉了彩姐的便当。我原本是烤鸭。可是因为有个姐姐说，就是她订便当，然后她回来说，她问其他姐姐说，我的烤鸭嘞，我不是说要留烤鸭给我吗？然后我就再看了一下，她说你怎么可以没留烤鸭给我？我是第一个说我要的，反正那个姐姐就有点难过。然后我说姐姐你要烤鸭吗？然后我就进去拿给她，然后其他姐姐就说，她感觉被默默救赎。对啊，因为昨天好像是烧肉。烧肉跟烤鸭还有什么？另一个我忘了，反正这三个比起来，我比较喜欢烤鸭。这样子可以减肥，先不要。紧张就深呼吸一口，其实你不要对啊，没有，不是便当，好吧？没有，因为我要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因为这次的 mini concert， 你看那些阵容啊，然后跟。人都跟上一次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就没有，我们大概前后练了两次吧，两三次，就老师也有说，就是我们对自己太有自信，就是因为歌都一样，然后人也一样，就觉得自己都好像都还记得，然后就没有一直努力狂去练习复习，然后就变成这样子。咱便当要剪掉，便当不用，好不好？嗨，阿华，嗨，渐渐的枫叶，嗨，渐渐油桐花。昨天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意外的少，以前我们在后台就可以在那边玩手机啊，然后练唱啊，再练跳一下，闲聊一下，复习一下什么的。然后昨天我就是冲赶，然后补一下，就是才班。那个化一下妆，然后练个稿，然后就开始了耶，超快的。其实什么？其实剪刀片长才不是，下周也有的嘛。对啊，有一天七天要教你们，五点还没睡着，什么意思？没有，因为我们老师工作也很多，可以检讨便当，没有就是三个菜一个肉这样子，烧肉也不错，可是我还是迷恋烤鸭。一开始我还没发现，真的假的？你是不会是等到最后我说 Uni Daisy 的 Momo 你才发现吧？老师想说你念太快了啦，我说可是我很紧张，然后说有看到我拿那个稿的时候我在抖，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搞，我就一直抖。啊！你到最后才发现，你傻眼，我声音这么明显，不然你一开始以为是谁？他睡不着，我知道，我看到。练稿声音超甜，我觉得我很知识化，说大家好。我是 AKB48TV Uni Daisy 的李梦辰，那大家欢迎这次大家来到 mini concert 的表演，大家期待吗？就有这种感觉，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怕念错，所以我在那边一，这边是日本人，二，三，西亚他有教我怎么念，他就把重拍在一二三，
他以为是失恋，真的假的？我有点感动，以为是某家客服。对对，我就念得很。大家好，你们过得好吗？天天跟宝宝妹妹。对啊，过分没有啦，没有，是因为我这次也装得比较那个一点。然后也太皮，要装什么？平常讲话不是这样，对啊，没办法。如果是熊妹，你们可能一个小时都还听不完。昨天讲的太正式，没办法，我是紧张嘛，不要。因为其实我单身。谢谢小皮的金丝冠。我直接跟他表明，第一次约会我就跟他说我要结婚生三个小孩。然后他就说没有说违规就出去。不行，姐姐全部姐姐都围着我。哎，谢谢小别心啊。如果是韩寒才颠覆一下，韩寒不是昨天念那个结束的吗？哎，我没有发现他在念，我在干嘛？我不知道，讲得太正式了，不习惯。我不知道怎么念嘛，我不能加。有啊，我改了蛮多词的。那全部姐姐出去，你要我死吗？嗨，苦味羊奶。姐姐们都很看，他们这样看着，然后彩排起来说：“哎、欸，姐姐，姐姐就说，哎、欸，你念一次给我听，然后就念给他听，然后就这样子。”一，一生活就这样，凋零下留下，只说我你提的太假。一回就伤，偏心惹的发，他撒下手中牵挂，一敲下。不是，围着怎么说？就是我们有两间休息室，然后一间一部分的人，一间一部分的人，然后门关上，外面就是姐姐的空间，所以我在外面念，然后姐姐就在外面。谢宝掌声鼓励。嗨，艾瑞克，我的猫猫因为听每次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你们穿那个粉色的，我好像没看清楚上面的字是什么。粉粉的，对不对？希望下次正式才有啊！我这次生日愿望，我们要去，我要成为正式生，正式讨厌，对，好久，没办法，现场说只能说 OK， 谢谢你。嗨，徐小凯。少出去，不是吧？出去什么时候变我的口头禅了？嗯，很漂亮。嗨，明晶，你不要在那边找理由认不出来我声音好不好？我声音就是这样子。好啦，我承认当天有点紧张，声音在颤抖。清新吧？你有看到我们准备的秘密服装？有，怎么可能没有？出去的时候你们都三个人站在那边，然后我要开窗，不能被姐姐发现，我开小小的，然后你们都没看到我。特地挑边边坐。撞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说话。打手心弹额头，什么鬼？谢谢宝宝的，他都喜欢你。好啊，好的。服装上面的细节，好好好，
我就 app 什么鬼？这里好像缺了条。在说什么？这个山。我们表演前就有跟大家讲，就跟李玲啊、怡珍他们怎么说，就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们会一直看着你们站位，然后看你们有没有做对。可是，一旦正式表演开始了，我们就没有空管你们了。所以，李玲的表情，我是在最后，没有 TTP Festival 的时候才发现，就像刚刚撞屁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表情，我说怎么了？我们从一开始就一路跟到现在。说不清楚那是假的，如果我真的没那么爱过，爱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世界都是黑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今天的告白气球藏不住情绪的，对，各路大神的应援物都越来越猛，是吗？真的假的？也是那个灯，而且大家也有讨论到啊，就是好像就思雅不是也有说一句说什么，因为是不是因为人数变少，所以音量没有这么大？可是到我当 MC 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是你们让我没有这感觉吗？是我觉得，大概还是一样有朝气、有活力，还是那么的慈祥。下次再给李玲加 buff， 对。看明天的新习惯，粉丝们的力量。就没有每个成员都回应的那么，因为第一场，对，大家有在说，就是会不会我们排平日，然后又早上一场，会不会大家还没睡醒？是不是晚上比较嗨？就是表演讲座都是痛填资料，填错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对哦，你们有晒太阳。真是，第二场回文后，昨天粉丝，你说那喊安可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录，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本来要在后台录，可是姐姐叫我去准备，所以没办法。就是不是有一个，大家都在猜那个在讲话的粉丝是谁，有人可以说一下吗？哦，是上庭啊！天哪！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台下都在讨论那个人是谁，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很努力在听，然后就听到他哽咽，然后思雅跟我脸就然后小迪就叫他自己出来，什么意思？下到凉亭恩鬼狗物啊！我跟你讲，那个体温机真的是超扯的，那个体温机我们一开始量的时候也是。但是我们刚到休息室哦，都有开冷气哦。然后我37.几，然后彩金也是37.几，然后杰星是38.多。然后我们全部人都我们都复病来表演啦。我们全部人傻眼，怎么那么高啊？大家想你们到傻子呀？对。好，那我再去看。不是哭了。真的好痒了。因为我说他怎么会有哽咽，真的是对不起你，杰星直接下班。对呀、我说没关系，大家我今天就是发烧还来表演，晒到快37，哇，不是真的对不起，真的大家晒辛苦我真的是，我今天去培训的路上，我就是走大概5分钟，我就快被热死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撑的，真的是太感谢你们。而且我有发现，内场的温度比平常还高，就是没有平常那么凉。我们休息室都比外面凉，太扯了。一般是外面比较凉的，机器有问题。对啊，太扯了嘛。
33度，水蜜桃开始，什么鬼啊？因为平常我平常我跳 mini concert 前三首是会稍微流点汗，可是我昨天跳的三首是大爆汗，我想说我力度不是也跟平常一样，就是大跳啊，然后笑得很开心什么，我怎么流超多汗这样？是因为夏天还是怎样？我整个直接被雨冲湿，变抑郁那种感觉。他说我汗有这么发达吗？你被测到47度。33度是可以进的，对不对？47太扯了，你开水，机器也被你们电晕。我生日会那天午餐不能吃麻辣火腿。现在都要搬，对了，握手会不行哎，在室外我也会，我们大家全部都手汗交接，对不对？都过于热情了，太热了。叶云昨天超努力，大家昨天都很努力，我相信。幸好我马上作弊，什么意思？哎，大家记得以后可能量体温的时候，你们就先去买个冰棒吃。对对对，应该有用吧？就先吃冰棒。我比较怕你们热坏，还好啦，我们是在室内彩排。因为你昨天上班有一点好看，有他有在考虑，因为他前面要跳 confession 不是吗？他说我要跳吗？我要绑吗？就他还是绑了是吗？还好你们的汉是想，是在跟我开玩笑。我跟杰娜喝了，拿冰块冰喝，对，哦，真的假的？啊，有用吗？冰水，哎，大家的方法还不错哎，像有用吧？直接冰起来，冰起来，各位冰起来。谢谢丽的童话伞。被雨冲湿，至少量体温一天过。对对对，你们到处站五分钟，这样停时间不给他。为何？啊，你们好辛苦哦，真的。应该有吧，有用。二可以哦，真的吗？我有点忘记表演是几点开始啊？几点开始入场？现在最担心就是握手会，可是握手会真的太多人了，不知道可不给过，不知道可不可以。是啊，五点入场。今天就很凉爽，哎，今天很凉爽吗？哎妈呀，真的，7月的辛苦了。他们刚刚进场了，对不对？嗨，阿米。闷，今天超闷。对啊，今天还蛮闷的吧？我觉得今天超热的，超级无敌热，而且真的是跟你们讲一件很好笑的事，大家昨天彩排完了，然后集体那个来。就是我每个女生都 MC 来，我们超傻眼，就昨天当天，超级衰的。握手会万一遇到大家直接临时握手，谢谢。就是一个一个窗口，然后你上面写那个成员的名字，然后成员把手伸出去。忘了我在旁边餐厅吃饭，嗯。还没啊，现在才4点。我说成员应该已经进去了吧？我买个鸡排快热死，不是他这么热你还吃鸡排？不用这么默契嘛？没有，我跟你们讲一个小秘密，就是其实女生的 MC 是会传染的，可是我不知道传染速度这么快。对，我之前也是不相信，然后我去查才发现，哎，真的会传染，不能去看，爆哭一波。哎。哦，冰咖啡，哎，好酷！我鸡排配冰咖啡，不是可乐吗？
心眼人。对，会传染。不知道哈。我说你刚刚你昨天说是谁传染力这么强啦、啊？讨厌。因为今年 Kiss 就就现在在彩排，了解。鸡排配真奶。哦对哦是真奶，别骗我不懂哦，真的啦。你们现在自己去查，去查会不会就真的会？没有骗你。海滩旁边有全联，全联有咖啡。嗯，了解。陶信，对嘛？科学证据好不好？姑姑背曲直到前面一号。天哪！谢谢空叶的童话蜜。也有思雅昨天说什么？我觉得你们很辛苦，就是来这边还要用抽的，就是拿到这个票也很辛苦什么的。然后他那讲话有点晒，我说哎，怎么哽咽的感觉？你记得考驾照？好的，好的。那么的音乐听真是。上路的时候要通知大家，就跟你们说我不会乱撞，好不好？思雅不是会对门缝唱歌、啊？哎，那个我也不知道哎、欸，我是看米娜现实我才知道的。路会平淡，我言语传，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是啊，做 TTP 的高层男啊，就摸摸账务，哪有被取钱？好的，上高速公路加油。大家还说撞我，真的很好笑。嗨，天空弟弟王，谢谢明金的玫瑰小糖果，你看好你哦。谢谢空叶的三元棒，他的意思是粉丝吗？默默是跟思雅都不说，哪有？谢谢空叶的三元棒，谢谢明金的超喜欢你，因为我们休息室不在一间嘛，那有办法。我也是大汉撞我，不要开玩笑。我也不知道，那我要说，一路好走，上路加油。谢谢宝乐，警告知道走哪条路不避开。你们很过分，好，等到哪一天我真的开始学开车，我一定会po现实跟你们说。而且立的蓝色圆圆棒，谢谢明镜的心之冠，其实感觉开车还蛮好玩的。嗯，我同学说一开始就觉得好玩，到最后就蛮累的。Yeah.I'm still the same, 就好像没有变 Yeah, nothing changed, 还是讨厌下雨天当然有分啊，我们那么多人分两间这样子，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没有位置。我还是想带你到处逛逛，到处逛逛，可是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I'm falling apart. 请眼睛没有爱人，yeah, 现在想起没有快乐，想在书中没有太难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d be like you to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 变到了三种，因为有工作人员成员跟成员是，而且保留的 kids 就越需要可能越痛快。嗨超哥，我应该开苏花跟中文，不好意思，我还是不太懂那个品牌。楼上的母汤，大台，我会大喊别吵。不会好不好？这种感觉真好，不再是只能手机。对啊，所以是啊，他们休息室有寿司跟鸡排奶茶吗？啊，为什么会没有啊？如果吃鸡排奶茶，你觉得我会不吃吗？就是便当是你们自己要讨论的吧，不是我吧？等一下，烧肉是烤鸭，我真的比较喜欢烤鸭。我是个只会浪费饭的人，因为我三个菜吃完，肉吃完，我就会留饭。
晒过。哎、欸，哪有？要死，是健健讲的好不好？不是我。嗨，小薇，就说有人没吃便当，对啊。因为大家好奇是什么便当，我们会放进去。不是吧？等一下，这关我什么事？不关我的事哦，是你们自己要聊便当。我自己本人是除了那种学校啊、公司之外，我自己是不会去买便当来吃的。我就是这么不健康的人。那我很想骑重机吗？我不会想要那是自己的机车，可是如果有一天让我尝试一下，我会想试。西安为什么出去？嗨，加鲁特。难怪默默瘦了，真的假的？我瘦了吗？真的假的？默默好像很瘦，很热，很熟，很热。你说我现在吗？我现在很热吗？我现在还好啊。剧场客人不能吃，是怕你下来。笑死！化缘生死也拿到默默。太棒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喜欢我的粉丝抽到。不小心按到，我不信你。默默瘦了好多，确定？你们确定？我也是直接抽到，太感动了吧！最想听的一句话被你们说了，默默不用自己买啊，大家会喂食默默，谢谢哦，真的谢谢哦，真的没有我确定啊，好啦，真的就相信你吧。你也是直接抽到，对，我有看到。可惜我没穿，没关系，去更换，去再跟大家换，可以的，可以的。默默真的是真美，谢谢。头头上小蛙不是我自己放的，是那个，我也找不到。给你们看这个小花。有人说绑辫子感觉脸，什么叫绑辫子？这样感觉是因为绑辫子才瘦的、啊，很讨厌。太感动了。对，昨天我有感受到，就是说，大家平常啊，我问话说大家都没怎么回，是不是因为我生日呢？所以大家才特别就是给我一点回应，然后让我还蛮开心的。希望下一次 mini concert 也能维持这样子的反应哦。墨梅绑辫，谢谢称赞的意味啊。好，不绑辫子更瘦，对，会讲话，错了，上次都在抢对，昨天没有在抢，昨天我还蛮乖的哦，因为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 MC 其他的 MC 在讲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麦没有声音了。然后我想说那就算了，那就给他们说，我就不说话了。因为生日吗？对啊，因为生日。我不是有朋友说我最喜欢生日前几天都是我生，都是我是寿星，开心。嗨，东东。那先公布你农历生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农历生日是多少。旁边你是少漂亮可爱。生日庆祝，我之前说生日庆祝一个月是怎么样？是花生什么醋？可以推想怎么推啊？我不知道啊，我不记农历了，觉得没有用。请告诉我今后怎么靠？你呼唤痛。你们期待吗？我也期待。我说 Bell Flower 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惊喜卡，惊喜卡，对。我吃太多蛋糕，才没有要吃蛋糕呢。我不是天天生日，哇，好甜。
你现在记农历的车票？不用啦，太多次生日就没有生日的那种感觉啊，对不对？什么？家住？家住？讨厌怪哥。谢谢 seven 的玫瑰。记得我刚刚有事啊，对对对，就是紫萱，大家觉得昨天紫萱的表现如何？那么又会怕故事，为什么会怕？那么真的可以多 MC，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给我很大的那种希望。那首破500万，哎，你说刚刚那首吗？真假？可惜你没有在讲英文那段 MC 啊、oh, ，对，那一段我把说我都哎，我想好了，我想好，我早上就跟思雅说，哎，我想好了，我想好我要讲什么，然后思雅就说，可是你没有在那一 part， 我说，哦，我说不然你后面那一段就是有抓到时机，你再讲好了。我说哎，比如说哎，我也要讲，我也要讲之类，可是我没有抓到那个时机，我就没有讲了。我觉得很棒，哎，只是有点害羞。不错，很棒吗？因为他子萱好像你不认得，你太久没见到他。嗨哥，他也蛮路过，他自己名酒没有，因为子萱不是子萱就是 Annie。一开始就是大家都没有人在叫 Annie 哦，是因为我开始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闹他。那时候子萱回来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一直呛他，就是因为我们说，哎，子萱回来的时候会不会一直说，哎，我们开始这边的八拍什么？他说 ，Sorry I'm late 之类的东西，一直说我会气自己分，没有，我现在在讲，我没有要讲 mini concert 的东西了，好不好？嗨乌嘎，嗨汉，然后反正就是我跟子萱。我就说 Hi Annie, How are you today? 然后我每次我就很喜欢用英文闹他，然后他以为用英文回我，然后又会一直子萱对子萱没有那样子，反正就是他只要说到英文我就呛他。我们在三角一直不用他的特工队长而已，太棒了，子萱一定会很感动。他很努力的，他早上一直狂吵我，他说我要背这段，我说这个地方是即兴发挥，哪有人在 say 的、啊？你会不会被安妮用？没有，他人很好，只是英文太好了，听说真的假的？我那时候我想给你们，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因为原本要说就是，Hi guys, I'm very happy that.Annie teach me, from, oh, I'm very happy that English from, learn from Annie, I'm very happy. And actually, I don't like English. I hate English. 我原本要讲这样子，只是很努力，之前其实都成。哦，了解。英文老师吗？没有，我那时候我本来说 ，I'm very happy I can, learn to Annie。然后他说不是 to， 是 from。没有，他没有这么说，他就说我可以教你英文呢、啊。然后说我不要，我不要跟你学。他很说，哎，我可以教你英文啊什么的。还忘记自己的口号？没有，我没有忘记，我是卡住了，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没办法专心坑播。为什么？怎么太期待等一下彩排了是吗？不是彩排，等一下的表演。为何跟不上话题？没有啊，我现在是在讲子萱的事呢。没事，大家不要这样子嘛。原来是农历啊，真的假的？4月21吗？没关系，那还很久，我应该早就忘记。我现在向子萱跟我的相遇，好不好？然后久而久之，我就闹他闹得越来越久，闹得跟他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蛮好的这样子。对，因为十九休一天在看我。其实怎么说？因为十九我还蛮难过的，就是那天要 mini concert 表演，可是我要毕业典礼。你不是说是闺？对啊，是闺蜜闹团圆，空马要到公司来抢，不行。然后我发现子萱笑点很低，然后他就觉得我讲话很好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对啊，就三年，刚三年毕业典礼，然后大家学弟妹都会送花，我跟一些我们学妹都说好要送花给我。对啊，没有办法毕业典礼，所以我可能会跟姐姐讨论看看能不能让我去参加毕业典礼。这毕业典礼只有一次，我真的还蛮想跟大家一起毕业的。对，我有没有想过最好的办法是毕业典礼参加一下，然后马上去 mini concert 表演。没关系啊，我们送花。对，为什么你们昨天没有送花？是回归哎，你们真的很过分。我真的很喜欢收到花，你们很讨厌。一朵也好，我不用一束，我只要一朵，一朵很漂亮的玫瑰，99块，我也很开心。现在送你。哎呀，谢谢空恋玫瑰，真的哦，真的假的？这一定要讲啊！咪咪放在前，你们是不是其实想看别人带我的位置？啊，谢谢大家的玫瑰，真的谢谢。哎呦，不是这个意思嘛？严格管制不可以说话，真的假的？那这么假的话。自己还笨送啊！我误会你们了，对不起。谢谢毛良的玫瑰，等一下，毛良你是太多人念错了是不是？毕业典礼是很重要，我真的谢谢你们体谅我，我原本以为你们会说就是那一定要去迷你康舍什么的，谢谢你们，请替五十的代理啊！你说抑郁吗？抑郁没办法。太忙了，肉肉我也怕他忙不过来，怕他记不起来。嗨人哈，谢谢甲骨文的玫瑰，对我承认我受不了，太好笑了，真的太好笑了。我一开始念错，可是我之后都念对了，对不对？我进步，好吧。我可以在你去的时候没讲，我还不想死，对不起。要花只能突袭啊，好吧。丽宇已经不是啦，不是什么？对啊，已经不是代理，看能不能回来。对啊，看可不可以。嗨，子萱，嗨，子颖，毕业典礼吗？明天靠人进。看我能不能，就是他们表演到最后一首歌，突然冲起来，不会死，什么意思？我的车不是人坐，但我开始怀疑你的职业了。嗨，维卡，愚人替五十，终身替五十，对啊，是终身，好不好？什么已经不是了？毕业典礼是一整天吗？一样的，就是哎，好像不是一整天，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还没讲。mini 公司晚上应该好，我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也有蛮多成员的毕业典礼是6月19，我看他们就都还蛮难过的。嗯，好像是半天，好像是毛耳毛梗。对不起，我要承认，我第一次念毛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通常办对。最后手冲进来，别人叫你坐着看表演，哎、欸，那很好，跟粉丝一起看成员们表演，很酷哎。嗨，新演人，通常是早上，然后说哎、欸，至少我会跳，然后就上去跳。我们要毕业了，对，很多成员毕业。等一下，我昨天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真的，我快要毕业了。
我没有发现到 AKB 是讲毕业，对。是这个公司，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想偷懒，没有。可是我跟你们讲很好笑，就是我跟同学说，就是我们这边的成员离开这个团体是讲毕业，然后他们就说，那是不是停职就称为休学？然后我们还有记警告啊什么，然后他们说，那你们大过吗？我说没有，我们都有警告。平日在真的会很对啊，没错。所以我们班在平日我们也蛮不开心，就我们也不是愿意的，害羞则。可是还是很开心你们有来看这样。还有一天去印象中毕业典礼办的。哦。我们好像是半天，然后就出学校。对。有些新的摸摸粉丝是星期五那他终于哦，真的假的？新的吗？医生这个好久不见，辛苦，特别拜托主管让我说这个事情，哎，怎么办呢？因为十九是某些梦纯粉丝才能看，啊，那我一定要去是吗？啊，那我就尽量赶赶看吧。昨天一天来回台北好累啊，辛苦了辛苦了。坐高铁的吗？高铁挺贵的啊。然后我想说上来找老公的话，我就直接跟他表明。谢谢。因为我就跟他。昨天漂亮吗？原本我昨天一般我彩排前我会花半个小时的妆，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用来补妆。可是我昨天只花了大概十五分钟，好难过。对，毕业典礼应该是半天。我现在还在演无声的逃粉，什么意思？不用啦，你可以加入啊。平日是一定要的，一个月只有八个六日。那造福之前买不到票。我的车是仿赛档车，所以不是啊、哦。了解。便当都来不及吃。对。我也不想吃。那小平也会接，你们继续帮分享，谢谢。爱随风。重点是每次只要表演，我戴隐眼的那个眼睛，左眼，我今天左眼就痛到不行。唉。然后每次都想要就是痛，眼睛痛到要流眼泪，我又怕你们误会，然后在那边安慰我，然后就很尴尬。眼睛痛又不敢流眼泪出来，你们懂那种感觉。快要进场了，我可以陪你们到进场，开心吗？哎呦，疯！那我不要哭，你看就会跟你说。等等，鹰眼可以没有？是戴两边，然后一边痛这样。你再也不要那个买那个牌子，每次戴一戴就一定会有一只眼睛有问题。谢谢神奇黑曜天啾啾，尽量啦，要改这样啊，对啊。是对，有异物感。可是我已经确定，每次只要有异物感，我就拔下来检查。我看我都没有看到东西，那怎么办？你看，就跟你说我没哭了，就讨厌别人安慰我。哎，你没有过那种感觉吗？就是明明没有什么事情哦，可是别人说你怎么了，你就有一股莫名心酸的感觉，然后也不知道在心酸怎么，根本就没意思。你们真的看我眼睛红，不是哭，是痛。这么直白的吗？太好笑了。梦梦你怎么了？我没事。你们你在直播讲，我也觉得怎么了吗？然后被别人问到反啊、哦，你是这么直白的人。可是女生说没有是痛的事情，才没有嘞。梦纯又哭了，谁跟你哭？我怎么想到上林不要哭？昨天有人说上林不要哭吗？我没有印象。可能边缘比较爱用纸布包的。啊，太酷了吧！还有这种事情。
想去冰箱拿冰淇淋，你们觉得要吗？要吃吗？要还是不要？要还是不要？要吃冰吗？大家？那有两种冰，一种是那种用挖的，就小美冰淇淋，一种是冰棒。你们想看哪一个？Go ahead， 谢谢。我又想不到要吃哪一种，冰棒吗？冰棒一票，冰棒哦，冰棒这么多。其实我比较喜欢吃小美，好了，给你们吃冰棒。小孩子才做选择，哎，不行，太多了，拍照。说会还是会吃？没有，不可以都吃。没有，你们说不行，我真的不会吃，真的。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Tonight有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Tonight oh oh。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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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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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a boom。墙壁无安是怎么样？踏冰又是怎样？记得加钥匙哦。其实我阴影还没有破洞过，是巧克力脆片，可是这个比较便宜，所以没有那种好吃。你的冰箱有点近，你什么意思啊？就在我房间外面而已啊。随时都能吃到你，我没有要吃，好不好？冰箱是吃不了，没有，那是冷冻，我们家是冷冻库。冰箱那么近，凉快。吃这种你会吃先吃掉巧克力外壳还是一起吃？我两种都会轮流。一起吃最赞。啊，这一日为什么？对，会怕掉。你知道先吃掉外面。女生比较喜欢这种吃法。当面，这好有趣哦，这好笑。量多，大家也要记得吃冰哦，不然我怕你们被晒昏。Hi Plus， 量多了，量多了。我都要喝饮料，哦，喝饮料，蛮好笑的。还没下班，订饮料啊。那牙痛不怕吃，我感谢我没有敏感性牙齿。要我做冰给你吗？没关系没关系，太勉强太勉强。
茶果汁，果汁吧。粉汁去饮料这么好？啊？你在湖中？你在湖的中间是吗？真的假的？太酷了吧！你在床上不会很热吗？手机的吗？可以滑手机吗？我刚刚问过他们，他们说可以。薪水小偷什么意思？那我可以转摸眼镜。喂，也问你们，你们真的都没有在那个？我们表演的时候拿手机出来拍哦，这么乖哦。我只是出去而已哦，因为我去看演唱会，他们都会把你手机压下来，然后凶你，他不会把你赶出去。不想的话，你好乖哦。我知道那个意思啊，你刚刚是说我是薪水小偷吗？我这么认真在吃饼。就像烟火疯狂燃烧，我还是要因为我看太多人出去了解你们回头成背影寂寞才敢把分手说没有没洒脱，也许该懂了这心酸心恨，勇敢的爱还是输给。Oh my god， 跌到床上了，怎么办？我人生毁了 ，Oh my god！ 我怎么了？坚强的微笑着，把月亮说很重，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没情了，留不下我一个轮廓，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天哪，让汹涌的温柔随他去自由。你直播吃东西那个东西一定会掉到床上，为什么？再见了，好气啊！你带走我，既然选择的不是我，我静静角落把我的爱。他是吃东西，他电报吃。也太夸张，对啊，怎么有人在床上吃冰不能忍受？我也不想啊。没有开直播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床上吃东西。要先处理一下吗？没有，我就先擦干，没关系。我现在处理是要直接表演洗床单给你们看是吗？好难过，还不来，你们什么意思？
好天的，我想直播起床单，我刚刚就这样想，他一瞬间想不到我在起床单，然后你们看着我的样子，他说还是算了好了。我昨天那两个哈肯，我跟你讲，偶像一定要会瞟眼，瞟眼才有办法看到每个人。天不住是某某太难过，刚刚大家都这样想。坚强的微笑着，把原谅说很早。算了，我也怕，我也怕。直播起床单太难了，我还要架手机，还要打光，然后起床单姿势又很粗鲁，你知道吗？跟蚂蚁同床共枕，没有那么严重，我打算洗了，很快啊。那泡芙大叔，哇，吃完冰喝水好温哦。赛远娘家，我一直都是娘家妇女，好不好？谢谢教主的 kiss 啾啾，昨天梦梦都在看后面，真的假的？没有，又想说上面的粉丝比较可怜啊，做那么远看不清楚，又不会被偶像看。然后我就一直看他们，然后前面的人我都有回首，不是吗？不然我以后就这样一排一排一排走过去。突然想到吗？不要跟我开玩笑。The King of Hello， 哎，在跟我开玩笑吗？昨天他说 Hello 吗？然后我说 Hi， 我这样子，这么早的妇女，娘家女孩。动手不动口，那我现在要动手不动口是的。结果前面都没人看我啊，不是故意的好不好？没有，我有看，只是看到没有人举我的牌子，我就没有看你们了。只有最后拜拜才有看到，哪有？没有，我有跳那个 T T P P 走，不是有个大 V 吗？我不是到那边，然后我就看到柱子后面的一些人类，我就跟他们打招呼。这里某某不是 ，Hello 王哦，真的假的？讨厌呢。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真的。带你回家。手语是不对，都打架不嘴炮，只是两大妇女的部分。我只能再看一次，我了解。人类有被人类的没有？这是最我莫站前排举证。前面什么给把富二代拿就往里踹。其实看不太清楚，因为他制服都穿一样，然后发型很相似，我看不出哪个是我。谢谢宝宝的墨黑啊，没关系，有看的。谢谢。大家可以举那种，就你们可以贴那种，你们知道那个金光胶，就是闪闪的胶带吗？那个胶带比较显眼一点点。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耳机没电，没办法听了，又看，哎，讨厌。所以你没确认柱子后面是不是是人？对，荧光胶带，闪光胶带。手机方法单可以吗？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也无敌，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Yeah， disco 没有啊，我不知道。他说2020流行歌，我就点了嘛。是在你们那边流行吗？没听过。没有事，我对着天空笑一笑。就是荧光胶带的部分。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好人 ，OK。大家手机不能拿出来吧？没有办法。那平板可以吗？看一下我的照片。你照片是什么照片？漂亮，是个漂亮的女生，但应该有更漂亮的图片。
好酷，森雷的花，笔电总可以的话，笑死！你为了不看，为了让别人看到你不看，别人就整场举着笔电是吗？太好笑了，你们真的很有趣。哎、欸，右边画一道彩虹。自己讲，是真的呢。不然你们就不能拿 LED， 真的是很烦。怎么会有这个规定呢？有笔电可以帮忙，这样子是吗？那样还蛮方便的，可是你这样子有点辛苦哎。我帽子有跑跑灯，还蛮哎、欸，还蛮那个的，还蛮聪明的，这样袋子都不用拿。笔电很好笑，哎呀，好笑，因为这是玫瑰，不是还 LED 就不能用啊，讨厌。看起来看到你啊、哦，还好真的。什么什么是真的？对啊 ，LED 不行，那个就是最好的应援物啊。我的笔电是 LCD， 所以你想说可以是吗？是可以的。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可以啊，请点播给你听。希望下一次 mini count 大家都可以进步，怎么感觉这次表演搞得跟第一次表演一样啊？刚刚那个歌单，刚刚那是广告，那不是歌单。他们一定要叫我放下。等一下，你是粉丝吗？我怎么觉得你发言好好笑？我挂定了一个小时，全是抖音歌，真的假的？可是他说没有，他说这是 KKBOX 台湾版。听 SHE 的好吗？好啊。你很喜欢听 SHE 对不对？看后面还有什么？后面的歌。Why you gonna my own？ 期待 Daisy 全员出席乐天，对，期待。我觉得听歌问题上和 More 有代沟，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不是不喜欢，我就是随便播啊。我没有什么主，如果我想聊天，我歌就是全部随便播。爱当企鹅，嗯，爱当企鹅。昨天大家讲，昨天子萱讲的那段宣传企鹅，大家有听懂吗？他那时候他打了中文的，我们说哦好可以，然后他打了一段中英文出来，我说你不用打没关系，反正我看不懂。有代沟，因为是，笑死。对啊，你是甲骨文。谢谢你。今天还可以申请会员函，对哦，对，大家请投 Daisy 企鹅一票，谢谢。反正我看不懂，真的，我打。看起来店员他都喜欢你，直接承认不懂。我给你们看，我是认真的。我用 KKBOX 播过好了，看一下。SHE 吗？听，恋人问吗？老哥，老哥派，给你们看我们聊天记录，也太多进来了，什么意思？太痛，对。谢谢教徒的两票 Daisy 票，感恩你。直接吐槽一波，也很好笑。那么觉得昨天女儿们跳的如何？我觉得妮妮就正常发挥，就是还蛮，就是一切都 OK。然
然后李宁就是就可以再加油，太紧张了。看一下，然后我们 baby 群有点好笑，但这不给你们，不能给你们看，好笑，小迪，小迪真的太好笑，好给你们看。有很多母汤，对啊，没有，读这本中文是什么意思啊？山顶四也好，真的假的？我怕，我还怕你们那个哎。这边他昨天他说，他现在用英文是什么？谈心上的内容没有。然后他就是大致说一下，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可以。哎，这样你们看的字跟我是同一边吗？还是不是？是同一边对不对？哦，字反了。好。看不到老花，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可以，然后杰心就说期待你秀一波，然后糊的，为什么糊的？这样子现在看不到，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说好，那大概是这样。然后下面就一串英文，然后我就说。打不出来，我也看不懂哦，然后就很好笑。反正因为我怕你们看不懂中文，昨天的英文是。我们有一个投票的活动，如果赢了就可以拍企鹅的 MV。我们组大家都想要当企鹅，请成全我们吧！在5月31日成为会员，你都可以帮我们投票哦，谢谢大家。是这样子，我是 I Chen 这样。然后面面就回我说，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我们要学会装逼。第二波 MC 的大家可以开始想自己的英文字节。然后我就说没问题，演戏什么的我还蛮在行的。然后字体太细。然后就出来就大家来开始讨论，就是明天哪些部分舞蹈动作要注意。怕赖有人跑去加你们好友，等一下我们只看赖的名字也加不到好友，对不对？反正加了我们也不会加啊，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大家说明天你可以叫我起床一下吗？有人明天可以确定我的生存吗？而且是柏林，他说想大家明天7:30确认我生存，谢谢。好笑，没 ID 到，没 ID 找不到。嗨，小猪耳朵。然后早上 mini hello 当天呢，他说早安，大家起床了吗？早安早安，就一堆可爱的贴图这样子。然后海涵贴心提醒，今天有一半的机会下雨，请大家带一下伞哦。然后小迪就说贴心呢。然后思雅说我起床了，那个时候时间是8:39，我7点就起床了。思雅8:39起床。一直在吵，对。然后婉玲9点到公司，我们本来是9:30到公司，对，那就是一堆影片什么的。好，就这样。妈妈早餐都不知道吃几份，我是起来化妆，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IG 还可以做，对啊，还可以做成这样。那何高是不要办 office，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刚刚。
有在模仿彩杰说花花，我哪有，什么意思？他你那么早起床，要是没起床怎么办？出包。你没有最早到了，有啊，他还是还蛮早到的，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早到的。哎、啊、呀，记得哼歌曲，谢谢，不好意思，谢谢你提醒，我直接忘记。哎，你真的是来直播听歌的耶，你真的很好笑。受不了，给你们看妮妮的丑照。我在自拍，他突然插进来。可是昨天真的没有机会，所以我就是换好衣服，然后拍拍拍拍拍，然后上场，然后再换一件衣服，拍拍拍拍拍。你再拍拍拍拍，然后就下场了，根本就没时间跟别人拍照，你知道吗？每次都在嗨点歌，对，要不然谁谁谁，你跟我好像啊，你根本就diss我。我要你，你发好看的那张，有我都有擦，我都有发，全部成人终于叫起床，对，还好啊，没有丑，很好笑。开场提醒，大家都说，大家都这样讲。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我拍的证件照。哎，你把笑放在他脸上，这是我们学校拍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些之后会发的照片，去吃饭的时候拍的照片。野心面面子萱，我跟你讲，子萱都把我拍得好好看，我要给你们看毕业照吗？对啊，这张照很好看，什么意思？我给你们看子萱，我要看 Annie， Annie 在这里，你看。哎，我那天也穿这件衣服，哎，讨厌，我怎么那么爱穿？我每次练习我就穿这件，是不是超好看？超好看的，没截到在什么意思？超级好看，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哎，好，除了现在也过没关系。拍的有 A B C 的感觉，什么意思啊？这一般就是我好看吧？什么意思？哎，你拍的我都好像都蛮好看的哦。我看我没有拍他，哎，我没有拍到他，太好笑了！我给你们看我那件 P 七七的图，我就拿这张脸，我把它截下来。晶晶体，晶晶体是什么？是字体吗？看还有什么？Mina， 好可爱，真的好笑。好，面面，给你们看到他的口罩，猪猪，真好笑。给你们看漂亮的林姐好不好？这是霸凌现场，这是七七，这是七七，然后这是林姐，林姐跪在地板上，他们好像讨论什么大事。然后这个是诗雅，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就在聊天吧。I don't know， 哎，我来练排名好吧？我念个排名。结婚嘛，你什么意思？他在谈论结婚的部分吗？第十名命，第九名力，第八名扣叶，第七名小凯，第六名陈，第五名甲骨文，第四名开心，你就开心。第三名保罗，第一名啊不不，第三名保罗，第二名明君，第一名健健，谢谢大家，谢谢。林姐竟然跪了，我可以请求看诗雅吗？诗雅，诗雅再给你看一次啊。诗雅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没有露脸，我看有没有他的照片，好像没有。
没有 death， 真棒 death。所以苏雅就那样子 death。你们看可爱的雨林酱，面面酱，雨林面面酱。今天睡午觉只看到40分钟，真的假的？求婚吗？求婚啊、哦！求婚的部分，林杰是求婚的部分，好笑。其实我，接下来都是之前的照片。人家看思雅是很可爱哦，思雅在睡觉觉。啊，好可爱啊，真的很可爱。这家很可爱，你知道吗？再给你看小迪睡觉，这我之前给你们看过，真的很可爱。但他睡觉怎么会这么好看？看肉肉他们的背哦，木木，你还没有看过我睡觉好不好？你不要在那边闹，好萌对不对？这真的很可爱啊。然后还有，给你们看。角落鬼，当天早上。角落鬼，他在那边不会动。我觉得好像因为小迪在门口滑手机。走过来，走过来，自拍。超可爱的小迪，他站在角落站超久，因为那是小迪吗？他在干嘛？应该要这个睡，哎，这可以耶！没想到，没想到。要不是比天边还要远，勇气怎么去？很好笑，对不对？这张感觉之后公司喜欢我的。就说最爱的也太多钱，哈哈，那真的很好笑。还真是少女开玩笑，对对对，那时候在拍，也太灵异，受不了。然后彩排当天，帮很多成员帮发型的韩寒，可是我的发型是自己绑的哦，但是面面他在帮面面绑了发，而且很好笑，我给你们听那个声音。看到脸，你帮分一下吧。我在拍耶，你我在拍你专业的样子，你叫我分。对啊，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好，那我分。真的真的，那时候我在拍他，然后说：“哎，你帮我分一下好不好？”我说：“我就要看你自己用，然后你突然叫我帮忙是谁？”他已经长大了。他说。看到脸，你帮分一下吧。我在拍耶，你我在拍你专业的样子，你叫我分。对啊，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好，那我分。我就说好，那我分。我最后还是帮他分。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放弃挣扎。好。今天要截图吗？不要截图好了，我们下次直播再截图。我们看直播解读，不然今天不好看，今天好丑。我们下次直播再好好的大姐特辑。哎，长大了，阿姐一直都那样子，好不好？晚安。我家哦，就变你家了，是不是？随便你姐吧，哎，放弃。难道是地草？哦，什么意思？谁谁谁，你等一下来密我，我发现你一定是什么东西。今天很美哦，谢谢。你等一下来找我，你一定不是粉丝。没有啦，拜拜，拜拜。